惧的阴影。点扣点点滚点点，罪恶潜伏在各处。算了，不打了。谢谢清风听雨幺幺七。我这皮肤都带闪光的，带亮的，自带光秀。谢谢曾小贤。亏了个眼儿，还行吧。哎呦我操！点点滚点。点小心点，有点打饱嗝，我现在开始憋气儿啊，憋一憋。我先不用交闪，感谢空心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好像好了啊，不打饱嗝了啊。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不让他吃经验啊，一个经验不让他吃。他现在没疾跑，没闪现。黑夜也会怕我。
但是不要让小兵打。滚，点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我们现在41刀，他9个刀，看着没？他9个兵啊，先插个眼，防止剑圣赶开我们。滚点，滚，他补刀，他就得让我点，点，点滚。先吃个塔皮，然后点人，点，点滚，点，点，点，滚。点，点滚。点，点。点滚，下波杀他，他要么被我点，要么他就别补刀，他一边挨点一边补刀，他一定补不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干扰他。剑圣来了也没用，因为弱手没技能，剑圣又没有控制技能，我们直接跑他也追不上。走了，回家了，这波回家出装备去。点，他出攻速鞋，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。点一点点点点滚点点点点点滚点点，他不闪我们不闪，而且我们一定是能追上他的，知道吧？我们有被动。我被他死得很痛苦。吃个塔皮，我们回家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无敌了！我决定先出个绿叉子来折磨他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直接来个绿叉子吧，这绿叉不猛吗？绿叉猛啊！绿叉跑得快，攻速还快，我们打不着打被动，来绿叉。关键是跑得快，他不是跟我们比移动速度吗？来，点点点，开大招，点点滚，点点一点点点滚，吸血。给我杀的，这卢仙从哪来的？这是中单卢仙，是 AD 卢仙。我们送他，没办法，只能让卢仙杀了，没招啊！那卢仙怎么来了呢？那下路 ADC 吧，这是。我操了，那下路 ADC 跑上路来了呗？真厉害！
有蛋。先杀这鸡呀、啊，杀这卢仙又不值钱呢，卢仙，卢仙值几个钱？看来这绿叉的装备确实还是不咋地。你说你传他干啥？我都马上到中路了。确实，这绿叉没攻击力。点点点滚，不疼。攻速是快了。这卢仙我真是服了，怎么羊哪乱穿呢？拿吧，小心点。这落手要出啥呀？要出狂风之力呀、啊！攻速还狂风之力，你要优势还行，真就狂风之力呗。黑夜也会怕我。来，点点。点点滚。我听见了。这狂风之力进我身儿，等他狂风之力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打不过我。来，我要把塔拆了。谁来了？剑圣啊，剑圣不随便来吗？卢仙又来了呗，那早晚有一天我把这卢仙给杀了。谁跟你打蓝 buff？我要了，剑圣死了。再不出这绿叉这玩意儿了，文人出绿叉没用，还得那亚索这种英雄出绿叉能有用。回家，两千九，两千九能出来啥呢？好像啥也出不了啊！两千九，直接开大，给我上墙，点点点。点
拆塔了啊！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没人出绿叉，能出是能出，但是不能第一件出。等有攻击力了，然后再出绿叉。要攻速是可以的。哎呦我这落手 K 林斯伯瑞了，行，我们把那二塔给他拆了。点滚，点点，这潘森有点猛啊，一走，这一刀我操！哎，我交闪了。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先来破败还是先来海妖呢？我来个盾弓吧，整个盾弓出个破败。小心点，不要喊腰了，这潘森剑圣的，整个盾弓吧。又潘森又剑圣的。黑夜与黑炮。这波我没有双招啊，但对面下路四个人，没事，我们还可以带一个人，四个人，剑圣没带，上路推吧，没有人管呢，这上路没人管，我可推了啊。没事，这落手现在狂风之力出来，他打不过我们。再见，除非你有闪现。薅着杀了十二个，这卢仙呢，早晚得把这卢仙给他杀了。你说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是这个跳弹不应该打的，这个跳弹属于是我们的后路，你知道吧？我把我自己后路给断了。真没意思，这没人呢。剑圣多少血呀？记住你。
等他一快上直接一走啊，这样可以打断他的 W。 你能打过我吗你？还好我出了盾弓。2850，差点全呢、啊。直接杀，潘森，开大招 ，A B， 点点点滚，往上走，点点点点点，几个人？别别别啊！来破败吧！你说我22分钟就五个人头，我出出来三件套，根本也没有人跟我打。那落手100年见不着这人，不知道上哪去了，整的我个为人师傅。哦，哟哟哟哟哟哟！哎呦，这薅着，看个落手，这落手还要出银血剑呢。这个剑圣是攻速流的剑圣，这不是那种木印剑圣。没有出木印，抠的伤害不会很高，他主要是平 A， 别让他贴身就行了。踩下路吧。也没人管，再见。几个人啊？这潘森学聪明了，不放 W 了。追，使劲追。点点走位，哎呦啊！闪现，抽点一点死了，点滚点滚，那薅着没人管吗？管管他薅着行不行？你老来下路干什么玩意儿了你？一整那 ADC 跑过来了，那薅着都上基地里头去了。给我打导弹，我射你的弹，给你射墙上。点点，我上！哇、哦，这落手！上薅着，薅着给我上薅着！哎呦，我薅着！杀螳螂，螳螂搁这变身呢！拿下！天
210多个灯，妈呀，真没意思。